管了，你嘛去凊彩病人行出来，传人阿妈有。啊，都真正无半行啊，你是？阿爸，啊，无哦，咱来去鸡笼鸡啊，啊，我请你吃饭啦。哎，无喏，但你这来个吃，你心想阿爸都爱烦恼，你这，好好你，快啦，一只鸡哦，我好一只鸡，鸡啊，快啊，鸡啊，快啊，嘿，哎，我讲我代志哦。你唔能够甲我讲代志大条，我有我心中的定义。哎呦，我就是要甲你讲代志大条，我是讲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办好啊，安尼啦。哎呀，你唔是叫阮芳啊去甲你买一挂菜，拢买好啊，买好啊。系啊系啊系啊，啊，行来做。去啦。来做啊，你叫我来做。系啦。做得掉啊啦。哈哈哈。哇，我先生咧。哈哈哈。你小姐姐好。哪啦？咦，你是去到啥只的啦？嗯，看到鬼，我哪有在啥啦？迄干妈店的头家喏，刚才听到我三妈声哦，就走去你房间，假破病，唔敢出来，我要甲鬼烧。你搁正堂光哦，知影堂去甲倒传一个阿婆，永远就来闹鬼。老兄弟都无咧做客，你哦，唔免甲我说多些啊。这哦，叫做别人的桌顶灭霸起大家啦。你讲啊，你我听无啥有。啊，算啥恁顺良啊，都赶一挂乌米啊过来。啊，我都无钱，我怎哩闹亏啊？我叫阿芳啊，紧提起共镭啦，镭现金，通去买菜来啦。哦，安尼啦。啊，你是讲煮夜头过夜饼？啊，你安尼讲都歹听呢。哎呦！哎呦，无猜啊！你是咧创啥个啦？我来斗三工啊！啊免啦，那你即马转来做客是人客呢？踮咧遐甲顺良开讲着。无要紧啦，我真啦。免啦免啦，你灶脚毋是足大，搁踮咧咧灶楼咧。阿红啊！喂喂喂，真多谢你呢。妈，啊你毋捌你查某囝共款白三班，啊搭咱厝边兜过着十年啊，敢若家己个人共款。啊你甲我细路写着，敢若我外人共款啊？啊你我会生气呢？啊无安尼啦。你若感觉歹势吼，另帮我查某囝咯嫁出门吼，啊若要带囝婿转来做客孙，啊你办的甲我办同款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袂歹势啊。主菜主菜。啊，因是安怎解决的啊？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吼，这是干来阮老妈客家话吼，这就是人情味啊。捌落去地界的人，唔知地界的苦吧？阿丁甲阿乐因两个兄弟啊，总算离开冠军队这个地界。阿丁甲阿峰因两个想讲，从此以后就会当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世间事哪拢这么简单？人间都是天堂。但是人生的险恶，常常把原本单纯的世间，变作比地界更加可怕。阿丁阿峰因的恶梦拄啊才开始。我今仔是专工来遮甲你说多谢啦。若是当初你甲我苦劝，我才会落迄个决心。啊，若无，我今仔恐惊搁在遐走路咧。那对啦，早起早桥生，即摆出来啊，吼，又搁是小好汉啦。上艰苦的日子嘛熬过啊，过去代志拢莫搁讲啊。金毛，你敢有啥物拍算？讲你是等去真巧啦，恁搁要转去阮所在啊？啊无咧，阮嘛无别个才调，真巧上紧啦，对无？泰勒，你闭嘴哦！金城，要转去管阮队哦？敢阮管阮？好，你的架势还无够，袂遮衰啦。海乐，你能不能少讲两句啊？阿爸，
我等来无几工啦，这个问题哦，我会等去好好想一下。好，好你等下好好考虑。严家长，我希望你明早收卡洗手，脱离黑道。公生桥的。迄种抬来抬去、避来避去的江湖生活，到落尾，有关是条不归路。你要为你家己想，嘛都要替阿芳拍算。就准讲你的救下了前途，嘛做较前去，我来做人的老大，是会当安怎？我有一句话，心内话。